马上直播，对，等我稍后给你回去啊。好，好了，不是，我不能跟你说了，我直播开始了啊，我直播开始了啊，抱歉，好，天哪，第一个洋葱头，第二个是沉默的怒嚎，第三个楚风，第四个杯酒渐浓，第五个这件事啥呀？皮纳耶加，皮纳耶加还带拼音的啊，牛啊！啊，阿哲西，斗战胜，文多，手撕国宝胜，斗战胜，霹雳年之武昌起义，要自由，飞虎，啊，斗战啊，锤子，故意路过，黑桃 A，黑桃 A，牛咪咪，WMPBY，理想，90后小月亮，ZHO，不愿沉默的大多数，彩虹桥。Naslow 苏联招手，文革鸡熊，小梦梦小梦梦，糊涂仙，阿兹西，三宝的保罗，杨空，今晚打老鼠啊！我看看啊，这个是有人给我发了个信息啊，这个叫软上里，中共靠跪啊！我说没找着你啊，我现在念到你了，有战友给我发来了你的这个名字，所以说我就说老不念你，我就念了啊，软上里，中共靠跪啊！八大洋，DWY，文晶晶，广东小蚂蚁绒，这是要自由，飞虎文晶晶，文晶晶文晶晶，文爱，朝鲜话，朴昌海，朴昌海在当片朝海了。张三李四，张三李四，文晶晶来了，像风一样自由。深圳的学生郭树禁卫军，郭树禁卫军都出来了，我的娘嘞！张三李四，哇塞，我这看不清楚了，哇，太牛了！这咱们这战友太热情了呀！木兰传奇，木兰传奇出来了，哎呀，这叫木兰传奇给惦记死了，哎呦，我的娘嘞！木兰传奇呀，木兰传奇呀，木兰传奇老公是日本人啊！你说这日本的男同志怎么能把他老婆给你说给丢大街上去？你说啊，木兰传奇，木兰传奇，锅铁锅炖钢毛，哎呀，哇塞，这名起的，铁锅炖铁锅炖钢毛，这词儿都来了，我的娘嘞，少儿不宜，少儿不宜。微针不破，逆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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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英小百合，秋英小百合，秋英小百合也来了。木兰传奇又来了，又来了啊！就是你日本老公，我告诉你，有问题，有问题啊！这个把你撂大街上去啊！野火春风渡邪恶，那年夏天啊！我第几？我第几？你第几？你叫我第几是吧？文木文不破，文晶晶，我得 hold 住。卧薪尝胆，阿里基斯，野火春风斗邪恶，八大洋，哎呀，青樱小百合，刚才谁？我得搂住啊，嗖嗖的，hold 都 hold 不住，哎呀，我的妈呀，这热情，这比这，真是霹雳山、火神山，那下边的那个叫什么？武汉的叫百步亭之风大家查查百步亭之风，当地很有名啊。这个百步亭啊，P4 研究所的百步亭啊，百步亭，百步亭啊，百步亭，百步亭啊，百步亭。天哪，天，哎，我稍后给你回去啊，稍后给你打过去。哇哇！哎呀，我的娘嘞！郭叔冲了一块。哎呦我的妈呀，这是我的跟面具先生的通话。这面具先生，听说你的徒伤也有了，面具先生徒伤也有了。这 Sara 动不动就出去跟那警察男友相会，我看你这回你会去吧？你以为沙漠就安全呢？哎，你这个警察男友你更得小心，天天在外面混。哎。
反正仨少先你来见我，我说肯定不见你啊，你这徒伤，你们这都有了已经啊，老会警察男友太吓人，太吓人。文七文七啊，关云长文木，月半鱼头君零零后，啊 ，Tony M 文爱飞虎零零后，七哥念我七哥，哎，七哥念我，哎，过了，这个我看这是，七哥念我再往回弄，97917205，97125啊，我念了，97125，97125啊，七哥的帅气啊，叫七哥好，推着共产党才能保平安。啊，听众他保平安，好，咱就念这儿吧，这念时间够长的了吧？很多战友发信息说你老不念我们啊，相当的不高兴啊！我今天就念了，念那么长时间啊。三月不上岗，耗干共产党；半年不干活，迎来新中国啊！亲爱的兄弟姐妹们，这是一个战友发来的啊，让我一定要念的啊，我就念了啊，这位战友啊，这个是，天哪，我这阳光太热了。这位战友，看看啊，三月不上岗，耗干共产党；半年不干活，迎来新中国的这位战友啊。哎，木兰，你记住啊，木兰啊，你在线呢。我现在把我的 WhatsApp， 调到这儿，只要你打电话，就说明声音有问题，图像有问题了啊。你帮我看着点啊。好了，尊敬的战友们好，今天是三月几号？哎呦，三月几号？我从来啊，三月七号啊，三七快到三八节了，怪不得。哎呀，本来呀，三月八号，我想搞个直播，结果我太太说，你搞啥直播呀？不好。哎，我说啥意思啊？我说这连我直播你也管呢？哎，他说阳历是老娘的一周年。哎，我想也是啊，这就是这女同志比我想的细啊。所以三月八号明天不直播，先说一说。兄弟姐妹好，尊敬的战友们好，文贵在纽约，三月七号乱聊直播啊。我先看看这个乱聊的。哎，这咋回事啊？这看上去不清楚啊。这啥意思？这脸呢？看上去这脸那个跟那个瓜南瓜脸似的。不清楚吗？大家是该睡觉睡觉，该干啥干啥去。我这完全是纯粹乱聊啊，真的别耽误大家时间啊。毛托啊，收亮点，400。今天我就是随便乱聊了，是不是？好好的乱聊。认真的乱聊，哎呦，大家在这块跟我乱调机器啊！
这个不好，这个不管用，这老师。我这站着说，郭叔，这个那个，这个也不好。这个是白了呀，有点白了呀。这是。我们这个调这个相机的这个小伙子 ISO 太高 ISO 太高，我特愿意和这种战友这种互动啊。我觉得最扯的事情就是爆料，等哪天我觉得不爆料的时候，就跟战友们这块啊，我在这块做饭做菜，战友们说多加点酱油多加点盐那多好，像这似的是吧，郭叔说搬这个搬那个，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啊。你说我这人就是啥人呢，你说啊，哎，本来咱就不是干大事的人，是不是，咱就干点小事就不错了，现在还整个爆料，革命弄得自己老大好像多大本事似的，啥算啥嘛，算啥嘛。所以说我们那个孩子调这个摄像机，这个每次他调完啊，我一定是给我调乱套啊。刚才你看这又给我调乱了，哎，没法弄，没法弄。所以说战友们，我特喜欢跟大家这种交流啊，乱聊乱聊。等待黎明，好好好好，香港问候你。香港的战友，哎呀，我一说香港的战友我就激动啊！香港的战友，磕头了啊，磕头了啊，磕头了啊！刚才断了，文时间，希望能看到，我都看到了啊！香港的战友磕头了啊，磕头了，磕头了，磕头了。容不容啊，现在是换现在效果可以吧，和现在效果可以吧啊，就是看我脸可黄了，我脸老红了，怎么看那么黄啊，跟得黄疸病似的。现在是中国，现在从东亚病夫啊，被人家称为了东亚病夫，实际上东亚病夫是精神上的疾病，绝对不是这个身体上的侮辱，是共产党给他瞎扯的。但是现在共产党啊，中国几千年的所谓文明啊，让共产党真会变成东亚病夫了。现在看到这个我们山东老家啊，有这个我认识的朋友的孩子发来，这闺女啊跟非洲的啊朋友结婚了，生的孩子啊，我跟你说真是，哎呀，这不知道咋好了，这个是不知道咋说了，这公共场合就不说了啊，这咋弄的，现在这个天底下啊，有听说卖淫的啊，听说还没有这个招嫖的，公开政府啊招嫖啊，我一个朋友的这个孩子被校长谈话，希望你跟非洲的来的学生谈恋爱啊，你家的什么 N 个事儿都能解决啊，你说这还有这不要脸的，这天底下婚姻自由啊，还有招聘，还有这种事情啊，简直太疯狂了，太疯，这共产党简直是王八蛋变态到极点啊。我先说说这个，说到这时候就是大家想想人命啊，人命值多少钱。在武汉有雷神山火神山，雷神山火神山下曾经有一个叫百步亭，百步亭建了一个叫做霹雳碑，
啊，霹雳杯上面又叫了潘多拉的盒子。潘多拉的盒子又名现代名，国际上啊，就是生物研究，叫什么？叫做霹雳馆，那就叫 P4 研究室。P4 研究室最后出来了一个，在百步亭，啊，在百步亭斜对角处又建了一个啊，叫做武汉火葬场。那么说到这儿，咱们再说一说，在北京城啊，有一个有名的地方，非常有名，在昌平。大家你们上电脑上，你们拉一下那个中轴线啊，盘古、龙头，还有这个昌平，你们拉一拉，直接拉到昌平去。昌平县有什么？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来归总参馆，现在归陆军管了，叫防化工程学院。防化工程学院原来曾经在吉林待过，本人出生的地方。啊，防化工程学院里边有牛叉的人。大家要知道啊，刘国胜少将是干啥的？刘国胜少将，查查刘国胜少将。啊，他是干嘛的嘞？刘国胜少将啊，你们就知道防化工程学院是干啥的。防化学院的昌平区是干啥的？3700亩的土地，那里都藏着什么？啊，那个地方和百步亭、P4 实验室、雷神山、火神山下，我们的爆料革命的霹雳年，它有什么样的联系？战友们，潘多拉的盒子，雅典娜的希望，他还要告诉我们一个，最终任何事情最终都要真相，这个真相的代价就是中国人和全世界人的人命。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你们很难想象，你们在这会儿咱说爆料爆料爆料，咱老说爆料，过去3年发生了多少惊天动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件。请问大家，你生活有啥变化？你做过什么？他改变了你什么？奔奔，奔奔，你又来了。哦，奔奔。嗯，抱抱。啊！哦，哎呀，80磅啊，80磅啊你呀，你80磅啊你呀，哎呀，哎呀，你知道是我一直问你就来是吧，笨笨？我一直问你就来，我一直问你就来啊！快来快来！他就是要高兴，又来了，又来了，快快，我这直播你来一块乱跑跳，来块乱来乱来。嗯，战友们，所有的战友们，想想我们发生的大事儿，我们大家都经历了。现在看一看我上一次爆料，再上一次爆料，我曾跟大家说过啊，习啊非常恼火，说这个武汉啊疫情，现在叫全世界叫武汉疫情，在国际上宣传领域我们输了，太被动，外交领域我们输了啊，造成那个全世界人人喊打的程度，焦点全聚集在中国。那我们未来武汉疫情，我们这个帽子怎么摘下去啊？啊，王岐山发言，王岐山发言说，武汉这个帽子，武汉疫情这个帽子必须摘下去。啊，而且要把这场战争啊引向国际。啊，大家就说白了，要死一起死，死也不是我的事儿。我是在3次以前爆的料，
要打赢这个，把打赢国际上这场战争，外交这场战争，宰掉帽子这场战争，就嫁祸于人。大家看看，从那天起，国内所有的微信上，所有的媒体上，海外所谓的民主民运的媒体上，那帮王八蛋所谓的大 V 们全力以赴，接着就配合 WHO 世界卫生组织，就把武汉疫情变成了什么 CNV 什么019，更名了，变成英文字母了，没有中国，没有武汉，没有共产党，叫武汉疫情是不对的，严格讲就叫 CCP 这个病毒 ，coronavirus 是不对的，应该叫 CCP virus。CCP virus 是对的，这个 virus 就是 CCP， 叫武汉叫湖北都是不公平的。武汉湖北不是你共产党弄的吗？大家去想想，全人类你们认真想想，能不要脸到啥程度，能把还正在进行的疫情迅速的改变成一个国际事件，然后全力以赴，这个变成英文字母以后就是美国人，全是美国 CIA，全中国上下一夜之间啊，咱们黑龙江那哥们给我发信息啊，说哎呀文贵啊，我看了很多信息，我当然不相信，但是我也有点二乎啊，有没有可能真是美国人干的，你说这怎么办呢？你说这就是共产党在中国执政70年的坚定基础，洗一次你不听我的，洗两次，洗两次不行，我洗你2000次啊，这么坚定的战友竟然能给我说出这样的话出来，也有可能是美国人干的啊，然后从中央到地方啊，全部在干一件事，这病毒是美国人干的，病毒没事了，然后你看意大利死人比咱死的多，伊朗人比咱死的多，从过去刚开始接湖北人回武汉，到全国人围打武汉人，到中央领导说整个这个病情可治可防可控，人不传人，然后造成两会必然召开，最后两会不召开，全国就人民这过完年以后，全国人民来打武汉人，突然间两会不开了，怕传染，突然间全国各地限期必须回去打工，你说这个病态的这个国家到了什么程度。我看到一个给哈尔滨的一个酒店的一个发的信，说不管你如何，你得让你员工回来得上班。这个哥们说，一星期前我收到的是，你敢让一个人离开你酒店，我就把你抓起来。啊，你说这叫什么国家，什么政权？只有一个窝囊、无知、愚蠢、贪婪、懦弱的民族才能抚养出这样流氓的下三滥的人权，这样的政权，就短短的几十个小时能把一个杀掉中国人十几亿人的一个巨大的人类前所未有的病毒放毒事件说成是美国人干的，竟然有绝大多数人相信。山东我老家是受非洲人所谓的强奸式婚姻、招嫖的婚姻，真是公主，真是文贵爆料开始说句话，这真是老主说的，公主啊逛窑子，不图赚钱，图快活呀、啊、大家都心中不愿呢、啊、我们老家多少人的孩子被领导说成嫁给了这个来非洲来上学的学生啊，现在是多少人阴道破裂，多少人患上了性病，多少人生了不健康的孩子，只能一句话，这公主住逛窑子，这个真是不图赚钱图快活，快活在哪了？真的快活吗？这还不算数，族灾不算数，这又弄成国难，国难不算数，这是全人类的灾难啊！这黑假以警治国，以黑治国，以假治国，黑车黑到这种程度，你真玩黑的呀，把下一代都改成黑了，
谈恋爱不准什么族什么人，都应该是自由的、愿意的、自发的。听说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政府和校长集体游说一些孩子要和别人睡觉的吗？这不是犯罪吗？好，现在回来了，竟然现在把这些人交集在一起啊，因为他们有一个非洲人的脸，集体录视频，集体录这个抖音，说歌颂伟大的祖国好，伟大的中国好，然后要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一黑一白啊，对照起来，说这病毒是美国人来的。这变态到什么程度的国家和民族才能干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什么样的国家和民族干这样的事情？所有兄弟姐妹们，这个时候你看到海外国际上所有的媒体，你看到共产党这个力量，在过去的短短的不到两周多的时间，都在大肆的宣传所谓的病毒，冠状病毒，没有武汉了，没有湖北了，没有中共了，病毒来自于美国。接下来就是一堆的大咖出来，莫名其妙的什么美女呀、帅哥啊、什么黑白婚姻联姻体啊，都在说1920年啊和1918年到1920年的这个整个西班牙大病毒，全人类17亿人啊，十几亿人染上了病毒，死掉了5000万人，那也是美国人传来的，然后这病毒也是美国人搞的。在香港啊，在香港大街上每时每刻都在死人，警察打人的时候说，老子就让你全家染上病毒，老子让你全家染上共产冠状病炎肺炎，然后大楼上人啪叽就给扔下来了。大家昨天呢看到一个在 CTV 节目里边，大家看到那个视频了吗？引起了重大反响啊！咱们战友们收集特别好，咱们的战友之家还有这个上天照灭一组收集的太好了，从楼上看了一个尸体，就是人扔着啪叽掉来了，又是被自杀。现在香港警察打人的时候最要说的一句话，老子弄你死你全家，这是共产党最爱说的一句话，警察啊已经流行到那儿去了。第二个，我让你全家染病毒啊，全让你全家染病毒，然后弄死你。香港7000人被所谓的被自杀，7000人呢、不到一年的时间，8-9个月的时间，10个月嘛，就干了7000人被自杀。然后你再想想冠状病毒，冠状病毒刚一开始染最多的感染是香港，最后是香港直线下降，直接武汉爆发。然后全世界现在全说的是病毒来自于美国 CIA， 然后呢去武汉杀了人，这个病毒会拐弯，直接就拐回香港杀人。香港杀人就是香港人命太硬，不好意思，香港人太惨了，这病毒 AI 病毒直接拐回武汉去杀去了，只有拐了拐弯跑北京去了啊，还跑中南坑去了。然后这新飞机，大家看到从德国买的新飞机，所谓10台新飞机能救多少人？战友们，全中国现在看看新飞机，还有做这个核磁共振，包括这个做这个扫描机、彩色扫描机等一切机器，没有一个是中国生产的。所有的这次冠状病毒，也就是共产党病毒，没有一个机器是中共生产的。然后你说这个国是最伟大的，然后病毒是美国产的，病毒就是你中共产的。然后美国、加拿大、全世界一集体的，现在一帮子所谓的洋鬼子们啊，这些白人们拿着共产党钱的 BGY 的人替共产党说话，把这个大疫情给完全转移视线。战友们，你们静下心来想想，你看看现在竟然在社交媒体上说什么美国人啊害怕了，哭求着中国学生不要回国，美国人损失了几万亿，我的祖奶奶呀，
竟然是最发给我的是一美国朋友，啊，原来的老议员发给我说 ，Miles， 这中国也太搞笑了吧？我说这事儿太多了，但是让我很惊讶的是，好几个美国人都看到这个东西了。就是这个民族病态到什么程度被共产党给弄的？现在是哭爹叫娘的往美国往美国跑不了，加拿大跑，加拿大跑往澳大利亚跑，还往英国跑。啊，英国再跑不了，往新西兰，新西兰不行了，去日本。啊，你觉得中南坑政治局委员有一个孩子现在待在国内的吗？结果你录了个视频，外国的所有的华人学生孩子们争先恐后的往回跑，美国人求着给绿卡都不干。这个变态，这个谎言，以假治国到了什么程度？刚才咱说的对国际上造假的这种媒体宣传，你假到什么程度？对待中国孩子们，你必须去上边用警察赶着去上班，把所有的病人锁在家里面不让出来，没吃的没喝的，孩子没牛奶，老人没有病了没有药，关在门里边，你这个黑警察以警治国到了什么程度？你现在整个口罩啊，领导家里面口罩随便拿，什么时候一堆一堆的，一箱一箱的。有钱的人，人家马云一捐100万200万，中国人的口罩没有，人家马云到处捐100万200万300万，马云要没有中国的老百姓支持能挣钱吗？马云家背后的主持人江家缺口罩吗？是整个中国的官员县长家缺口罩吗？局长家缺口罩吗？都不缺，就是中国老百姓缺。这种黑社会的以黑治国，竟然老百姓全权接受，以黑治国，以警治国，以假治国，完全被中国老百姓接受，而且走向了国际。中国人命能值钱吗？谁看得起中国人呢？在纽约大街上，亲爱的兄弟姐妹们，有种的在国内喊的那些网红，你在纽约大街上，先你挺着胸给我走走，我看看能把一个十几人的国人民的国家民族变成真正的东亚病夫，精神上的东亚病夫，变成肉体上的东亚病夫，还变成了公主逛窑子不图赚钱图快活的这种对民族的 DNA 的大改造的灾难，让一个民族现在走到处喊着病毒病毒病毒，只有共产党能做到，佩服了共产党，我儿你八辈祖还有这么糟蹋咱们的这个民族的吗？当年赵孟俯大画家啊，当时的皇帝已经混蛋到了极点了啊，国民不聊生，到处饿死人，把赵孟俯找来，你得给我画个图，得反映天下一片美好啊，富裕富强，花不完的钱啊，享不完的福啊，男人健壮啊，女人漂亮，天天从早到晚练双休，画吧。赵孟俯实在是很为难，最后还是画出了御马图。御马图里藏着的秘密是什么？就是皇帝的昏庸和那种当时造假啊。最后大家知道这老皇上是什么下场啊，米府的字帖里最有名的一句话，啊，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什么皇帝，这个整个国家就上下从上到下都是一片假。但是全人类听说过假，听说过黑，听说过以警治国，没见过共产党能玩到这程度的。所以战友们啊。我们北京中国共产党的空军是什么？共产党的核心力量。啊，徐副主席，啊，许其亮徐副主席是习近平先生最好的朋友，那是习家军、习家力量。大家知道阅兵的时候是谁吗？丁忠福上将，丁来航上将。
丁忠福、丁来航上将是中国、啊、北部军区、北京军区，所谓中部战区最牛的两个将军，二丁啊，大家听说过二丁吗？啊，听说过二丁，大家好好承认，二丁十二将是北方的。啊，不是那个沈阳的二王，你别搞错了，沈阳二王是另外一回事啊。二丁，那是许其亮的，啊，左将右将，发生什么了？发生啥事了？再有知道吗？啊，你别往那个昨天我发那个郭文上推啊，那个郭文所谓的这个，啊，另外一个意思，大家你们很快会知道真相的。我也告诉大家，天军的坠机绝对是不正常的，但绝对不是去北京中南坑炸人的。但是他绝对是有事儿要干的，啊，这个我就不多说了。二丁十二将是谁呀？二丁十二将就是习家兵、习家将。习家兵、习家将要出了事儿，大家意味着什么？想想，啊，大家想想，它意味着什么？谁能让他出事儿？谁在那出事？据说其中有一个空军的少将，啊，跟防化学院的啊，这个刘国胜是亲戚，他家人染病了，找刘国胜啊，说这个我们家人现在染着病了，现在我在执行任务，你无论是保证我家人安全，啊，我家人染病是完全是。因为当地的领导让他去所谓支持武汉去了，到了武汉染病了，一家人全染上了。啊，刘国胜告诉这位啊，这位军方执行的人说，你知道吗？第一批倒下的最多就是防化学院的，第二批倒下的就是军人，你做好心理准备吧。啊，刘国胜可不是一般人物，啊，那也是解放军中的有后门有人的人呢，朝中有人的人呢。结果啊，最后这位军方领导，这家人不幸死亡，啊，不幸死亡，让他这个人是长期爆料革命的支持者，严格讲，长期不是跟随者吧，不能叫支持者。看透了共产党，啊，所有的啊政敌，只要有权利，就把自己的政敌送到武汉去，把所有的政敌派到前方去，所谓的密切接触前线安危，执行党的任务和患病者，啊，这是一个政治斗争的最好杀人方式，比双规管用，把过去对政敌的双规。啊，现在改成啊双报，要密切的跟党和国家、军方、地方派到前线的人紧紧的拥抱，啊，表示了对病毒的这个完全与无惧，啊，同时表达党和国家对他的关心，啊，第二个，对所有的派出前线的护士和领导者。啊，要做出让全世界看到，我们根本不在乎这病情，它就像一个感冒，所以大大的拥抱病情和病者，这两一抱，基本上也就80%-90%嗝屁了，死多少人？我再说一遍啊，武汉疫情仅仅湖北啊几百万感染，死亡人数绝对超过10万。就仅仅湖北，啊，我本人认为绝对是超过20万以上的。同时，在家里被饿死和次生灾难导致死亡，绝对超过10万。所以我总体估计，全国上下死亡人数绝不少于50万，死亡人数绝不少于50万。啊，这是绝对真实数据，而且我是谦虚、谦虚、再谦虚了说。
大家看看，从当时习近平先生跟川普总统打电话，这是个感冒，四月份就会好，一热天就会好，新加坡感染了，巴西感染了，连正在夏天的我们的耿岩先生、木兰女士待的地方，安红，我的安红漂亮妹妹啊，我的安红妹妹家门口都染上了。昨天我们安红发了个信息，家门口染上了，哎呦，我这心里咯噔咯噔咯噔的，这难受死了。我们这安红多重要啊，这安红要出事咋办呢？这是爆料革命，那出大事了，那就你说我们最重要的安红还有木兰女士门口啊，都是染上去染病的，耿岩先生是吧，爷爷门口染病的，那是夏天呢，你觉得夏天能把病毒给弄走吗？洛杉矶热吗？洛杉矶不热，那船上的感染病情吓跑了吗？你们觉得还是感冒吗？你觉得它会因夏天消失吗？你说说这一个国家对人命啊，你想想他对人命在乎什么，关心什么，几十万人死亡，几百万人的感染，整个现在就在我们说话的同时，多少人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无饭无水，孩子没奶粉，老人现在奄奄一息，的门都给封住。这个时候还有人能开个车，有病还能开车去北京城。所有政府，如果你公平的隔离，拯救全社会是对的，要支持。但是你那是大屠杀，而且你放走你自己亲近的私生子女和情人们，所以这个隔离就是不公平的，是不对的。这还不说啊，战友们，看一看广东开所开的工厂，北京在西城区啊，这个西城区在这个一个招待所，所谓隔离秘密隔离的地方，整个隔离区里边的招待所服务人员还有所谓的照顾人员几乎全部感染。敢说话吗？你不敢说话。北京城一个数也没增加，限制所有从湖北到北京城的人，而且严厉禁止进京城的人。你不是没增加，你不是零吗？现在党媒竟然宣传拒绝海外啊带病入中国，你简直是疯了，共产党。这个世界上这还不算数，大家现在看一看马云出马，共产党现在到处给伊朗到处卷试核剂啊，到处捐东西，捐钱捐东西，整个湖北武汉当时捐了当时政府拨款10亿人民币，1.3亿美元，十亿人民币要按照我们那个换款，连是你才能换多少钱，还换不了1亿美元呢，实际价值不到1亿美元。但是美国政府总共得了还不到100例，83亿美元，将近600亿人民币，600亿人民币，人家600亿平均100，多少钱一个人啊？啊，6亿人民币，6亿人民币一个人，湖北省6000万人，咱就是得病，咱不说，就按你说那个8万人，平均多少钱？战友们算算，几百块钱，几千块钱，是中国人民大概几千块钱一条人命啊，到美国人民啊是6亿人民币。这就是中国人命值什么钱？关键的十亿能不能到老百姓手里边？你也拿不着，你能拿10%都不错了，口罩连白菜都吃不上。说到这儿，战友们，共产党现在制造的这场病毒，中共病毒
中共冠状病毒和中共冠状病毒的人道灾难和这种腐败官僚体现的以甲治国、以黑治国、以警治国的人道的一次次的次生灾难，我们再看看它对全世界的伤害。我意大利的朋友坚决是过去是啊舔共产党腚的人，头一段时间还在那说，老郭啊，我们意大利没事，最后出那么大事。他告诉我说，驻意大利的大使告诉他，真的没事儿，就是个感冒，我刚从国内回来，我还去了湖北武汉疫区啊，如何如何。所以这个哥们儿傻叉的冲到前线去说没事儿没事儿啊，到处宣传，结果是他本人也染病了，现在在医院呢。就这个例子我告诉你什么，就是从中共开始要把这个所谓的中共冠状病毒的疫情拉向国际，把这个注意力拉向国际，把病毒带向国际的客气，全党全军全民驻外的使馆、外交部的杨娘娘、杨洁篪、孟建柱、孙立军、吴征这人，还有杨吴、钥匙兰，全面站出讲话的同时，中招第一个意大利，成功的拿下意大利，第二伊朗，第三法国。我上次站这直播的时候，我说你们记住，这个左棍啊，这个马克龙一定将被法国将为他付出巨大的代价。现在将近600多例了。大家想想，我上次站在这里说话的时候，法国是几例几例，现在已经600多例了。伊朗当时是几百例，现在是几千例，事实上绝对不止啊，绝对不止，10倍100倍都不止啊。不但如此，大家要看到一个更加可怕的地方，加拿大啊、澳大利亚、英国，千万记住啊，我的英国可不是一班两班的人多呀，我的同事朋友啊，啊，我怎么苦口婆心，他们都觉得好像英国没事似的。你看英国啪啪就完了，直接几十呱60夸就上百，连瑞士都上了，一系列你看出来是什么，战友们，你们没有得出一个结论。昨天我看了路德访谈，路德路江谈啊，这老江这嘴啊，这个爱马仕皮子我觉得太软了，得给他弄点金刚什么的给他磨磨嘴。还有昨天早上的啊，陆安谈，这个陆安谈安红美女啊，他们俩谈我都听了啊，谈得非常好，但是他们忽视了一个现象，他们还不了解共产党。在这次中共冠状病毒疫情在国际上倒下的是很多是他的朋友或相信了共产党的人和被共产党这个蓝金黄的人，但是你记住，只有一个国家是绝对超出常理的感染最少、控制最好的，那就是最了解共产党那个国家，最了解你这个国家情报，最了解你共产党的这个文化，最了解你的流氓、以警、以黑、以假治国的核心本质，掌握你一切的，大家说是哪个国家？啊，我看看战友留言啊，哪个国家说说？文斌，文斌啊，杂草，朝鲜，业火永犯台湾，德国。德国没落了，俄罗斯、台湾，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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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哎我的妈，这根本搂不住啊！李哲峰啊，郭师傅好，我得找回来。刚才念俄罗斯这个战友，说俄罗斯战友是谁？我看看啊，迷茫前行啊，北京大学人民日报战友啊，还有2017也是俄罗斯啊。喜马拉雅也是俄罗斯，咱这战友水平太高了。我告诉你们大家，第一个最牛的就是俄罗斯。俄罗斯是共产党绝对是跟习啊最好的，王岐山非常好，最好的，
最了解共产党的运作一切的俄罗斯第二朝鲜，战友们全部答对了，恭喜了啊！爱马仕皮子一人一块啊，从空中取吧，啪啪啪扔给你们了，啪啪啪扔给你们了啊！大家能看出来，做出这些政治决定、国家级的决定，第一俄罗斯，第二北朝鲜，马上旋风边境，北朝鲜染上一个枪毙一个，俄罗斯立马全边境封锁，别说中国人了，中国苍蝇都不行，中国货全停。我在圣彼得堡的哥们儿啊，在那块儿一大酒店，都是东西从国内进的，所有的什么牙刷、牙膏都在国内进的，便宜啊。啊，所有的货都是在那儿，包括有很多服务员是从大陆去的，很多杭州姑娘啊，好很多的这个东北的啊，齐齐哈尔的、佳木斯的漂亮的姑娘，通通一律停，明确告诉你。你敢在这中国再进一瓶水，老子就把你抓起来。你老老实实在这边摆你酒店，你该关的关，你该停的停，你甭想来这样东西。你敢来我就抓你，谁跟他谈？克格勃，给钱给 KGB 的人，也就今天的俄罗斯啊中央情报局，去几个女的几个男士，全副武装。我的哥们傻了，说这平常都好的不得了啊，到我这都客气的不得了啊。都到我厨房吃饭的主啊，到厨房里边吃饭的主啊，这是在俄罗斯算是很荣耀，在法国是给你最大面子的人，突然间脸就拉下来了，全副武装。啊，你别废话，你甭来了进东西。北朝鲜，大家知道，北朝鲜一再通知你们啊，鸭绿江，你敢过来人，我就全开枪。把共产党给吓尿了，通知啊，啊。你们千万别去，去人家拿机枪扫你们。东北官员，啊，从这一点上能看出来，跟共产党穿一条裤子，啊，真的是共同扛枪、共同嫖娼，哈，知己知彼的就俩战友，俄罗斯、北朝鲜，啊，俄罗斯、北朝鲜。什么伊朗啊，什么意大利呀、啊、英国呀、啊、法国都玩你呢啊！他的敌人是谁呀、啊？美国、英国。他的敌人就把美国、英国、加拿大啊，这是他的劲敌。日本、韩国，这都是共产党认为你这都是严重影响我这啊“一带一路”，严重影响我这2025、2035、2049计划。你们这帮押定全得死，全都给你传染上。我嫁祸于你，大家去看去吧。这场疫情让你看清楚了国际关系。伊朗啊，伊朗的所有军方，什么萨马兰尼呀、啊，啊，萨法瑞呀、啊，啊，什么哈梅内伊呀、啊，全是共产党的钱上的关系和买卖武器的关系。咱甚至都反不起，都好不起，想好都好不起。人穷志短呐、啊，国家也这样。伊朗就是没求钱瞎折腾，他必须靠这个共匪流氓。啊，让他干啥呢？让你舔腚你舔腚，让你舔脚你舔脚，让你舔第五个脚趾头，你不能舔第三个脚趾头，啊，就这么简单。伊朗这帮愚蠢的东西，先从军方带入，传染到伊朗，最后是医生护士传入，最后是。可怕的搞石油的传入，灾难的结果。日本最早，日本这种为了奥运会，为了最可怕的事情，日本倒在了习的这个不能叫裙子啊，是裤衩下面。为什么？我要访日，我要看樱花，所以说安倍这是傻了啊！日本人这回傻了，就为了一个春花旅，想叫中国承认。同意我加入联合国，海这个南方这个钓鱼岛的事情咱俩商量，东海的看油油气咱俩能达成实质性的继续开发的共同开发的协议，然后你给我把旅行全面打开。安倍的眼睛这次彻底完蛋了啊！求你让我加入联合国，求你啊把东海开发联合开发继续下去。啊，然后在钓鱼岛上我让项，
啊，我要支持你共产党，联合国的这个常务董事让我进去，结果不敢动啊，不敢下严厉的措施啊，啪，病毒蔓延，这对日本国的影响大家要记住，这是一场不可逆转的一场巨大的伤害啊！英国不敢惹，为什么？投资几十亿英镑，我不给你了，我不投了啊，我不投了。人穷志短，这英国这个绅士啊，穿着周折者的西装，还得装着很有范儿的样啊，还得啊啊啊啊 ，How are you 啊 ，How are you， 还得拽着英国音，然后呢哆里哆嗦的，给我点钱吧，不敢呐、啊，最后也不敢言语，说那个刘晓明那个王八蛋，你看那个流氓样，那个嘴脸，中国没有政治犯，中国没有，中国有绝对言论自由，就那个货，就是当年习近平要访伦敦的时候说，你们英国不让我们来，不让我们投资，你有钱吗？你有技术吗？就那个流氓嘴脸，这次说啥？这次说什么？你敢采取任何极端措施，我就把投资停了。整个大英帝国跪在地上，夸传进去了。法国马克龙这个流氓，完完全全竟然跑前线握手，我们没事儿。好像这个法兰西民族这个个性文化真的让吓死人了，结果是咔嚓一下就上去600多，600多，就是为了中共的威胁，你绝对不允许采取措施，才就是杨江江出手了，杨江派出一大批人驻法大使，啊，杀王健那帮人也全出来了，这就是共产党。这还不算数啊，大家看到这些不算数，更夸张的事情，美国加拿大，大家记住我今天说的话啊，我就是有三个感受，就是美国这些天来这边啊，美国整个国家完全没准备好这场冠状病毒。我可以告诉大家，你们不要高兴太早，什么川普总统说了这个病毒也这个来源在来自中国的有这个起源有疑问啊，这个 Tom Cotton 啊天天喊这病毒有问题， Rubio 参议员觉得有问题啊，然后呢我们的 Spalding 将军 Bill Gates 啊 Stephen Bannon 啊都怀疑有问题，我们有 War Room 啊，大家你们看问题啊高兴太早太天真。我还是那句话，我对全世界的任何政治家我都不信任，我不觉得政治家里有任何好人，好人当不了政治家，或者好人当不了政客，我全世界他只是好和坏是有限制范围还是没限制范围之中，中共是完全无底线的流氓啊，彻底垃圾畜生，却打着宗教的正义的为人民服务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但是一切都是党的，一切都听党的，最后是国家成个人的，是这种流氓，没法律没信仰没底线，但在西方他有法律制约他，他有信仰制约他，他有社会媒体监督他啊，但是政客就是政客啊，我所经历的我所看，我告诉大家美国完全没准备好，在政治上没准备好，在技术上也没准备好啊，而且这个病情也是两党较量之间的一个利用工具，现在你要25亿，老子给你83亿啊，然后两党的媒体现在互相开始准备利用这事攻击啊，但是为什么我说这个美国没有准备好，第一条，到现在美国还没有采取严厉的措施，川普总统干了个最好的事儿，就是马上停对这个旅游限制，让中国人来这个受限制，这是最伟大的一个决定。但是在 CDC 就是美国医疗监控中心和 WHO 和对武汉整个研究所 PCR 研究所病情的来源研究上完全没重视，这给了共产党绝对的大机会，你的没重视就是让共产党这个流氓，你越硬他越软啊，
你越软它越硬啊，它就这么个东西啊。所以说你现在它是属那个弹簧的，现在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共产党占了上风了，全世界连我们的战友都在说也有可能 CIA 做的，就这个国际宣传，这次杨娘娘被习近平给大批以后全面攻击是很成功的，药师兰、吴征第一个出手，孙立军、香港社交大媒体所有明星、海外华人，包括个中国籍山东联姻的那些非洲来的那些非洲女婿，统统的开始。美国这次很被动，很被动，这一点上美国绝对没准备好啊，政治没准备好，宣传出的失败啊，对待整个病因病源的重视程度彻底失败。第二条我要告诉大家的，美国整个全国医疗不像大家想象的样，我有最好的医生，全美国最好的医生，他的老婆紧急注入，头两天我在请他在这吃饭，到了曼哈顿最好的纽约大学的医院急诊室，13小时无人管无人问，他傻眼了，旁边有人流血，旁边有人裸着身子，有大明星就在那躺着，根本没人搭理，很多年轻的医生根本不在乎你，每天有几十个人在那躺着，我干嘛在乎你啊？这个服务态度、服务文化是糟糕透的，这是曼哈顿 NYU 大学，包括哥伦比亚一样啊，不是说你有钱、你有权啊你就行的，不是的，他是最好的医生，他本人傻眼了，他原话给我说，他说他找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灵，找了自己的关系也是没什么，前面放了个电视，电视还不管用，最后13小时自己拉回家去了。啊，就那天给我吃晚饭的时候，他的夫人还身体不舒服了，在我洗手间里待了半天啊，给他拍拍舅舅啊，才让他回去了。那天是王艳平，我们一起跟他吃饭，把王艳平给吓个半死，啊，一样的。但是像我去这个哥伦比亚学院，我是住走总统的那个房间啊，都是院长来下来接我，然后走特殊通道，有内部的警察直接电梯控制，然后到房间，当然好了。但是对一般老百姓来讲，你是不可能的。哥伦比亚要付收我的一年啊，管理费，就是帮助你医疗、帮助你检查，按小时收，一年收我360万美元，啊，收我360万美元一年，有没有病收你360万美元？谁能拿360万美元一年到那块去检查病去？啊，他不是那个样子的。美国的床位在这摆着呢。医疗设施在这摆着呢，他的公共医疗的，特别是医护人员，他在这摆着呢。这么大的疫情，他来的时候，不管你多牛的国家，我告诉你，你就是一碗的水啊！人家这个疫情来的时候，就像一个从天上瓢盆大雨，你这水一下就不存在了，根本没有对抗的可能性。但是咱们中国啊，中共领导下的政权，老百姓的疫情比是什么？咱们是挖耳勺子水，从天上直接来的，不是倾盆大水，直接大海水冲过来，你那个耳勺根本不管用。美国是一碗水对着下雨还能维护一段，所以这个重视程度得到什么程度，你得知道是天上降下来的倾盆之水，你这是一碗之水，你也不要自不量力，你要做好充足的准备，你不能相信说这是感冒型的病，然后呢到4月份一热天就好了，然后勤洗手不用戴口罩，这完全是胡扯的。包括昨天川普总统在那块儿这个被询问，所有这些措施看着也很好，我说实话，我跟很多专家跟他们谈，他们认为这完全不足够。啊，美国现在是目前看重视是最好的，但是不足够的。啊，因为美国这个国家太开放了。大家现在看到曼哈顿，你看我现在纽约有人吗？昨天星期五，前天星期四，星期四、星期五，由于就在42街，我下边20街的地方，那个律师被染上病的，那个律师是住在威斯斯特最贵的地方，律师、白人啊、会计师啊、有钱人在的地方，威斯斯特的地方，
那个地方这个律师染上了，整个律师大楼全部是隔离 lockdown， 就这二十几。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曼哈顿少了40%的人。这40%是什么？大家能不上班就不上班了，能不到大街上逛就不到大街上逛了，不是人消失了，就是大街上的人流少了35%到40%。我们加州是全世界的核心，纽约，纽约的核心的核心的核心，就叫我家门口叫 Diamond Street， Diamond Corner， 钻石角下边的广场是全纽约最核心，曼哈顿的核心，新尖上最近没有人，大家都不聚会了啊。但是你去到商场对面 Home Food 啊， Time Warner， 我家前面最有名的全世界最 Bergdorf Goodman，英国的 Harrods 最好的这个奢侈品中心，人流你看还是熙熙攘攘的人很多。美国重视程度够不够？还不够。为什么？美国政府没有告诉人民这个病情有多可怕，很多人真的不在乎也。但是从前天昨天，你比如昨天我在办公室，我戴着一天戴口罩戴手套，跟任何人见面碰屁股碰肘踢脚啊，不握手。但是就在我们那个办公室，有一位美国的员工，咔咔咔一咳嗽，三楼、二楼的员工都听到，都吓得，哎呦，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害怕，啊，都害怕。这是因为他靠近我，因为他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我们是世界上最早的爆料革命，啊，爆疫情的，讲真相的。我们把路德访谈的节目做了很多啊，叫他们看。他看到我们天天跟War Room 战斗室班农先生我们在直播讲这个武汉疫情啊，他们恐惧，可是重视程度他们还是相信政府的啊，他们认为这是个感冒，还有个我小心，再一个我上火车我戴口罩啊，我就行了。事实完全不那么简单啊。现在我身边的人都在建议我，第一要马上离开曼哈顿，第二彻底，我要彻底在一个独立的生活状态下去生活，还有我要就一个叫单通道彻底隔除外面的生活啊。我有 N 个地方选择是吧，我可以去马上飞到凤凰城，住到一个几十英亩几百亩的大院里边朝晒着太阳是吧，虽然跟图桑之间俩小时的车程啊，不被萨拉的男朋友警察男友给感染没有问题，我不见他，我在凤凰城我有大房子没有问题啊，我可以飞到这个黄石公园啊，山顶上在那块躺着睡觉没问题，我也可以去纽约旁边康州啊大房子住也没有问题啊，我也可以去纽约上周有一个几千亩地的一个地方我没有问题，大火炉烤着火，可是我没有爆料革命啊，有些人我必须得见，有些会我必须得开啊，特别是要灭共的革命到6月4号争分夺秒，还得买，昨天又买了100万口罩啊，昨天我们又在这美国这100万捐给政府，我们在亚洲现在有1300万口罩，刚刚我们又我在直播前又有人给我说可以从这个又拿200万口罩，3M 公司啊，我们发口罩战友们要记住，我们发给最多的就是我们潜啊，这个说沉默的力量，沉默的战友，多少战友在背后默默地支持我们，奉献着，真的是几年了。所以这些口罩以他们为主，有的战友只要5个口罩、10个口罩啊。我们从来没发过低于50个口罩啊，我们一般都是50、100或150、200，但是这已经很多了，一罩难求。啊，像香港那些孩子说，郭叔我只要5个口罩啊，我们都给他50。一包都50嘛，我们现在要求是直接一包一包的，不要那个单包装的，因为寄给太难了。
我可以向大家发誓，所有战友记住，郭文贵给你们的口罩是全世界上质量最好的，最好的啊！千万别什么玩炫了，还带个什么 N95， 你胡扯的那是，就是医生口罩最管用，关键要常洗手，关键把口罩放到耳朵上，这个要保持正常的使用，以避免间接接触，不要拿下来，不要这个乱碰，千万不要拿手碰，关键你要是重视洗手标准戴好，特别有人戴两层，那你真是胡扯呢。昨天我看到国内一个医生录的特别好，当你戴两层三层的时候，你根本不能呼吸了，你的呼吸全从侧面进去，对你是最大感染，一定尊重专业，医生手术口罩三层的四层的就是最好的啊！别玩炫，别玩时髦，别现在这搞炫了，这是不好的啊！我说到这，张友们，我得发口罩，我得开会，我得见人，我得见律师，我得见官员，我得向美国、向欧洲、向西方尽可能提供信息。我们哪天从早到晚，我们 GNews、GTV 是唯一的全世界一个全天候中英文向全世界传播武汉共产党的冠状病毒的真相的媒体，唯一的。我们是唯一的一个把中共冠状病毒武汉疫情用中文、英文、日文、德语、法语啊，很多小语种在传播的爆料革命的战友，唯一的媒体。爆料革命的战友们，大家去想想，我们这个国际翻译组、秘密翻译组、战友之家啊，我们的小皮匠，法国的，我们的卡利西，加拿大的，啊，我们的这个路德访谈，啊，我们的大卫兄弟，这些战友们所有传播的在不同的地方，包括我们日本的好多战友都在默默的传播着，很多像德语的，现在德国的，啊，意大利的，天津大姐啊，天津大姐。都在传播着，只有爆料革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即时的、全球的、基本上全覆盖的传播共产党的冠状病毒疫情的一个媒体和平台。啊，说到这儿，我再说到第三条，美国的媒体，美国的所有的美国的媒体和美国的华尔街。和美国的被蓝金黄的这些混账们完全站在了中共一方，就社会动员力量完全不存在，甚至是被淹没，这才是可怕的。政府完全没有告诉这个病情和疫情的真相，政治上的操作现在完全没有准备好对这个疫情的真相的了解和对真相的不了解，也导致你无法真正的面对真相，和整个社会上蓝金黄的力量、华尔街的金融力量为了支撑所谓的金融市场和媒体的勾搭和沉默，这三条美国将出大问题啊。那么现在我告诉战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儿？战友们记住，我们最不希望的事情，病毒在这些国家大肆的啊扩散爆发，但是大家要看到整个共产党的 CCP 冠状病毒的一切爆发和灾难的时刻根本没有到来。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只能传播更多的真相。人类的无知和人类的贪婪和人类的傲慢和政治的这种下作和这种黑，不同程度的黑，是我们这些老百姓是无法想象的。国内的家人、战友们，我的同事们，我求求你们了，一定要记住文贵一句话，
你活着什么都存在，你死了你就是一堆烂泥都不是，立马烧掉你。你凭啥不去尊重这个规矩？疫情完全不知道是哪来的，现在咱知道还没得到政治的认可，病情有多大危害力没人知道，所谓的到处解药根本没有兑现。共产党两会不开，共产党的党的口罩不摘，你的命你去跟这拼什么去？你活着哪怕吃草吃菜啃树皮，活着待在你待的地方，这就是文贵给你们最好的建议。不要相信任何一个人的什么哪国总统什么政治人物什么样人物，就一句话，你把口罩摘了，你去见这个病人去，然后有解药了，万一攒上有解药我出去，否则你是碰这干什么呀？关于共产党灭不灭，我现在我这两天着急啊，我说这个八宝山的那个青烟袅袅啥时候鸟啊，啥时候鸟啊？啊，如果说昨天啊那个架飞机不被给干下来的话，估计已经袅袅完了，估计已经青烟袅袅完了啊。啊，这是一个。第二个，这中南坑里的人也，你说这天下多不吉利，你说这大庚子年前你准备那么多火葬场生产线干嘛，你说还准备了买了新的火化炉干嘛，现在中央领导恼火，谁买了谁让买了，你说就天意嘛，是吧？啊，战友们，这个时候共产党的恐惧，共产党的内斗，共产党的内乱，上海帮江家江志成在哪儿吗？在上海吗？在武汉？不在。香港吗？不在。马云在哪儿呢？这富豪全在新西兰呢，是吧？新西兰也染上了最近，是吧？大家都知道武汉疫情意味着什么。我上星期直播的时候，我还有，我在二月一号直播的时候，还有二月六七号我记得哪天直播的时候，我说过2.7到3.0，上海股市、深圳股市、香港股市只要不停下来不关门不算，人民币港币咔嚓不下来不算。现在现在啥样了？我再告诉大家，不到一周前几个最牛的人说美国股市不会跌超过500点，我那天看着他，我跟他坐在喜马拉雅大使馆一起看着道指下降960点，他整个人的脸都汗下来，他买了 N 个股票，都是投资者的钱呐。我说你不是说500点吗？我说今天大概在1000点，现在大家知道已经是多少点了？1500吧，1600，1700了。我可以告诉你，黄金8就涨上去了，这完全没开始，现在还25000多点，26000点。大家记住，恒生一定跌破20000点，道指一定跌近20000点，美元和人民币和港币会交叉式的升降，最后咔嚓下来，世界经济的黑暗根本没有到来，甚至连开始都没有。记住，钱会让你迷灭良心，也会你丧失理智，权力会让你迷灭良心，也会让你丧失理智，那些明星所谓的名头会让你忘掉生死，忘掉人性，也会让你丧失理智。这几样东西都是这次冠状病毒，共产党冠状病毒最大的惩罚者之一。看到华尔街，看到上海股市，看到深圳股市，看到所谓的金融市场都在玩侥幸心理，甚至想在这一场人类灾难中得一杯羹，发一笔大财啊！得多少人为了这个贪婪，什么你恐惧时我贪婪，你贪婪时我恐惧，胡扯的。在这次冠状病毒面前，一切哲学，
一切逻辑，一切所谓的标准，一切不管用。什么那些专家呀，你看那美国包括找那些专家胡说八道呢，你不要戴口罩啊，你勤洗手，放屁啊，这病毒都到厕所都传染了，还这么不戴口罩，你早死这不是吗？这些狗屁专家啊，还有什么金融专家啊，还有什么教授 expert 都是胡扯的。这次的共产党的冠状病毒的厉害就是他把不同的毒放到了一起，而且是超出了人类的想象的，他敢放出来，然后呢，超出你想象的大脑的啊，让你这全世界他敢说谎话，然后呢，超出你想象的敢做假经济，完全病毒的扩散标准来源完全不在人类的大脑范围之内，所有专家媒体给你的意见你都不要信，你只信现实。现实最好的办法，你就是让你猫起来想办法活下去，你就甭想再赚钱了，你就甭想再发财了，活下去，活下去，活下去。我们活下来的就是赢家，因为共产党一定被灭。全世界的媒体、金融、金融市场，我告诉这房产啊，你会看到，就我对面的这花，这所有的大楼啊，都得几十几十的往下降，白菜价，还什么汽车、飞机呀、啊？你飞啊，飞机估计会有一段时间还会很贵，因为私人飞机啊，大家都不敢坐民航机了嘛。现在船厉害，很多人都往船上跑，啊，我明天也上船了，我明天也要上船上待着去了，都往船上跑，只要船上能做到彻底隔离，还是安全的。啊，这就是整个现在啊，整个现状。全世界完全没有人准备好共产党的冠状病毒带来的灾难结果，和共产党的冠状病毒对人类的大屠杀还没有开始，和共产党的冠状病毒对经济、金融、生活的整个都没有开始。大家看到这个股市暴跌啊，美国的各种决策，最终的结果就像我们爆料革命，我们不希望这样，但是它一定会发生啊！共产党没了，共产党的经济没了，香港的政府的官员全嗝屁了，香港人将重生，绝对香港将是最最伟大的这个历史时刻，一切将从香港开始。啊，香港大街上欢欣鼓舞的时候，不戴口罩的时候啊，那几个流氓不在的时候，国际社会让香港再生的时候，就是病毒结束的时候，起于香港，将结束于香港，绝对不是纽约啊，肯定也不是北京，也不是武汉，大家走着看啊，这就是天意。香港这7000人的被杀、被跳楼，就是这件事情的一切的开始啊，结束就是香港人再生。香港再恢复到国际社会大家庭，啊，这就是香港。香港已经第3次将改变全世界。鸦片战争，香港改变了世界啊。再往这之前啊，然后的中日战争啊，改变了世界。这一次啊，香港将成为共产党灭亡的标志性的一个事件，开始于香港。结束于香港，大家走着看。现在共产党后悔了，过去这么多大事发生，大家跑有个地方，跑到香港就安全了，钱有地方藏，藏了香港就安全了。现在是避难不能去香港，是藏钱藏不了香港，去哪呀？去日本不中，去欧洲也不一定行啊，也很远，去美国更不中了，是吧？美帝国主义嘛，他们嘴里的。所以现在所有的上层恨习恨亡，恨到家了，啊！你把我家后面的一个秘密花园给毁了啊！所以说，战友们，共产党在冠状病毒前这一段的表演，把用杨娘娘把这个用外交拉向国际，把武汉病毒改成 CAV 什么病毒啊，然后栽赃于美帝国主义 CIA， 然后
把这病毒弄到伊朗去，弄到意大利去，弄到法国去，然后大家要死一起死，这种战略和这种战术，天助我们，共产党完了，完了，你完了，你绝对完了，他能不完吗？美国能找不到最后病毒哪来的吗？经济全垮了，共产党叫大家都去生产去，再死，接下来的爆发是下两到三周，啊，记住啊，我为啥说四月一号咱看看啊，青烟袅袅和国内的经济的整个大崩塌，啊，和宣传领域的被全世界跟他对抗，啊，全世界的经济进行摇摆不定甚至堕落的时候，跟他之间的对抗，爆料革命。进入了全球灭共的自动时代和全球联合灭共的时代，现在是共产党的自焚时代。我们把爆料革命拉向国际，和把共产党现在让它推成了自焚的时代，内部自焚、外部自焚、国际自焚、金融自焚，以及他自己的身体自焚，以及他准备好的八宝山的和上海的、深圳的那些准备火葬别人的火葬生产线、火化炉啊，当然了，现在都要去管用了。所以，战友们，告诉家人，告诉所有的朋友们，战友们，活着是你现在唯一的。你挺不挺国、爆不爆料革命都不重要，活着，不论在美国、在加拿大、在任何地方，一定要记住，这个疫情远远没有开始，远远没有开始。来风来风来风 ，iTerm， 分歧者，要自由，杨空，距离娃娃，田野香，真真，真真啊，共匪 ，GSP， 台湾石虎，赛斯 ，SS， 七哥是齐天大圣啊，七哥，紫薇圣人，自由女神 ，All Star， 迪浩，星空太子，台湾石虎，文秋。范八义，念我，范八义，王者爱你，啊，苏珊行动，哎呦，十八里铺 ，CCPP 灭赛斯，啊，范八义，我念你了啊，阿泽西，战神战报，三千，弗兰克周，那我念你了，弗兰克周，郭叔念我，岁数中，大蛇丸王文天，台湾 OK， 台北 Star， 文房四宝文莹，啊，文哈楼，谢谢七哥，虽说是人不是人 ，Number Seven， 无锡，野火春风斗邪恶，文晶晶，秋英小百合啊，低眉怒目啊。木兰传奇啊，曲水台文辉，曲水台啊，现在曲水台的胸罩火了啊，现在已经有人生产曲水台胸罩了，开玩笑，一句话带出那么多话题来，哎呀，曲水台写了本书，原来我不知道，他亲自去了南法普罗旺斯奔牛村，调查了王健，这女孩真不简单啊，还写了一本书叫《王健之死》啊，我还没看呢，大家可以去买去啊。七星，法海灭共。双山李四，法海，橡江之水，盘古转世郭大侠，
狄浩、飞虎，文末狄浩、新生、文爱、射天宫、射天宫老战友、射天宫、文不破，揪露他爹是魔鬼，揪露他爹，揪露又回马来西亚了，很厉害啊！但是揪露会在马来西亚会被干掉的啊，一定会被干掉的，揪露。揪露一定会被干掉的，不管孟建柱他爹怎么帮他，他一定会被干掉的。这小兔崽子，沉默的怒嚎，超级玩家，马来西亚是进入了一个绝对不稳定期，揪露就是导火索，揪露会被消灭。文护念，北美伟哥，王中林他爹，那年夏天跟齐哥灭共，孙仁义之师啊，芒果布丁啊，芒果布丁，跟七哥灭共啊，那年夏天，丹东人，全国公民，文革气雄啊，气雄是我们群里的战友，野火春风斗邪恶啊，知文者。我们今天啊，这个后台最起码在30万左右吧。杰瑞利啊，叫翻我牌子，杰瑞利翻我牌，太搞笑了，兄弟啊！神奇按钮，人波不切，陈峰，陈波切最近咋样啊？陈峰，陈波切，洗钱洗咋样了呀？陈峰。最近的双休咋样了呀？比较消停啊。哎呀，咱有战友说，希望我